各位好啊，今日咧要介绍呢一只咧就系劳力士嘅 Oyster Datejust 啊，咁系一只即系比较普通啲嘅表啦，咁 Datejust 都系不嬲都系普通噶啦，咁就但系佢喺普通之余咧，佢就加咗啲钻石落去啦，咁就令到佢嘅身价咧就高咗好多啦。咁呢只表咧就已经出咗起码5年以上噶啦，咁就由于唔系好受欢迎啦，咁所以亦都冇点新出，但系仲有得卖嘅，喺零星嘅一啲嘅劳力士店咧都仲有得卖，咁佢都标价咧都系13万9千嘅，咁佢都系。用翻舊式嘅珠帶啦，咁就佢呢只表咧，其實咧有三隻顏色嘅，有綠色啦，有藍色啦，同埋有啡色嘅。咁我覺得咧，就綠色咧就最出嘅，即係最能夠表達到即係嗰個 contrast 啊。咁啊，有時即係有一個。戴表都要有啲 contrast 先至靓噶嘛，咁佢69呢一个咧就特别放大咗啦。咁而家你嘅劳力士睇咧，譬如佢有一个罗马数字嘅，佢又系将个69嘅罗马数字放大咗嘅，但系佢就全部都系罗马数字，都喺度卖紧嘅，大约10万蚊一只狗啦嗰个，咁就呢一个嘅 Oyster 嘅 Datejust 咧就冇乜特别噶啦。咁就今次嘅介紹到此為止啦，希望大家繼續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我 channel 咧就仲有好多其他嘅 topic 嘅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欣賞埋啦。咁今日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